绚烂的春花与累累的秋实在季节中流转，心中的梦想与生命的火花在苏大流转。这一封本科生录取通知书承载着苏大对学子们的殷切祝愿。本次录取通知书从时间出发，作为一根连接历史、延续未来、见证当下的线，串联起苏州、苏大与苏大人的时光经纬。时间是一切的见证，苏州大学的钟楼、苏州水乡的流水、苏州园林的花窗，见证、沉淀、悠久，历史、当下、未来，在时间里流转，共同谱写出此次录取通知书的主题：流转东吴，华章日新。将2023与流转符号结合，生成 logo。2023，期待你与苏大共同转出美好未来。设计者从苏州地域特色文化出发，将吴侬软语的柔情、昆曲的婉转细腻与江南水乡的温润灵动融入字体设计中，注重柔和优雅的外观，追求细腻精致的视觉，以圆切方展现姑苏韵味。录取通知书主色调选用春绿、夏赤、秋金、冬青四色，分别代表着生机与希望、活力与热情、丰收与成熟、坚韧与持久。提取东吴门的素色作为辅助色，象征着任岁月更迭交替，苏大人始终勇立潮头。养天地正气，乏古今完人的苏大气概从未改变。通知书封面以绚丽的苏大红为底，苏大钟楼在熠熠星光的映衬下更显沉静。岁月回响，钟楼领略过传教时期西学的熏陶。翻开通知书内页，拨动内页左侧圆盘，回顾苏州大学波澜壮阔的办学史诗。外圈边缘加入时钟刻度元素，内圈边缘的每一个年份与内页右侧的办学历程相对应。1900到2023，再到未来，你们回顾着苏大的辉煌历史，当然也必将成为书写苏大未来新诗篇的主角。右侧是苏州城市文化的集中体现，传统与现代交融，汇聚成生生不息的城市脉动。取出录取通知书，以钟楼为标志的光学防伪立体印标，见证你与苏大独一无二的缘分。希望未来的你能与苏大未来进行一场美好的双向奔赴。2023流转东吴，华章日新，跨越历史，奔赴未来，梦起苏大，逐光而行。2023苏大等你，共赴未来。